调理吗？都来，请先生看。我老婆啊，叫学姐进来，叫学姐进来。我不是跟你打赌，你一定怀疑的啊！你会怀疑我猜测的判断吗？相看就看得出来。啊，为什么他一条那么浅？啊，有，等一下就生了啦。刚怀孕就会这样子了。因为那个有时候要等，有人要等五分钟。哦，跨国现在我刚跨掉。怎么看起来？怎么没有面带喜悦的？你说我有啦，当然很高兴啊，当然开心啊，开心啊，我怎么不开心？刚刚小胖肚子很胀气嘛，对，那可以放吗？哎，不行，不行，对，因为他那个，对，那我说他胀气的方面啊，我们就是要观察。那他出生的时间是3:58，下午3:58，3:58，好，对，妹妹啊，对，然后体重是2800，哎，然后身长是48公分，头围32，胸围31，头蛮大，头蛮大，哦，3:58是吧？对对，3:58对，刚刚下午3:58，谢谢，哎，不会，不用客气，他哭得很洪亮啊，哎呀。